邱博士，你在干嘛？大它发光。真的吗？铁板按你下。嘿，Hello，邱博士，今天过得好吗？过得好。博士，你最近有什么新的研究吗？你旁边有一棵树，你现在研究植物是不是？生物学博士，什么声音啊？树怎么在动啊？这个是什么动物啊？生物学博士，蚱蜢。蚱蜢，这我看起来比较像螳螂，比较像螳螂哎。生物学博士，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这是什么动物？那你可以告诉我它在做什么吗？它在爬树吗？对，爬不下去。爬不上去，它是一只蚂蚱，对不对？生物学博士，你最近在研究的是螳螂哦。还有其他动物。可是螳螂不是肉食性的吗？你难道是什么？蟑螂。蟑螂吗？对。萤火虫，我讲错了。是萤火虫，是不是？借我们看一下好了。一群乱。我拿一只，借我一只啊！怎么粘在我身上？中学博士，你说这个是什么？蟑螂。等一下。我忘记了。萤火虫吗？萤火虫，对对。哦。它会发光吗？会啊。这该不会啊？我知道了。人家说螳螂是肉食性动物哦，所以你该不会是要让它吃这个吧？哇！小五博士，你在做什么？天哪，你在玩蟑螂哦！没想到刚刚的螳螂吃饭的画面这么精彩。你平常都在研究这些吗？对。哇哦，真不容易耶。那我很好奇，这些萤火虫哎，它真的会发光吗？会。真的啊？博士，你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发好像我告诉你。好，你告诉我。好。邱博士，你在干嘛？大它发光。真的吗？哇！然后呢？它会发光多亮？你要把这个灯关掉。哦，真的哎！哇塞！哇，你萤火虫很漂亮呢。好想养哦！我觉得它好像没有很亮哎，还可以更亮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啊。对，开喽！哦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！哇，做生物实验真的很不容易耶，还要冒着被亮死的危险啊！真的很亮哦！哇，小伙子辛苦了，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哇，真的很辛苦哎，研究不简单哎。哦，是哪两只？好，关灯来判断一下，到底是不是有变得更亮好了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更亮哎、欸！哦，小宝博士，你要做什么新的研究？啊，太亮了！你看，小宝博士奋不顾身。为了让观众朋友收到最好的画面，还要反复实验，是不是？哎呀！真的很辛苦哎，
哇，观众朋友，博士为了你们，冒着眼睛被亮死的危险，让你们看到第一手的萤火虫，在三月就看得到萤火虫咯，不用再去山上哦，不用去茂林，也不用去野溪，直接在家里就可以看到萤火虫了，真的太幸福了吧！耶、yeah, ，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两种动物，大家还喜欢吗？我是小宝博士，我们下次见。哎，小宝博士，小宝博士，你在研究什么啊？哎，甲虫。甲虫？你养甲虫吗？对呀。你养多久了、啊？很多年了。很多年了。那它两个礼拜了。哇，两个礼拜又很多年哇！那你可以告诉我说，它已经孵化了吗？孵化。它已经从基母虫变成甲虫了吗？对呀。